I told you that one day ain't never enough. You tell me I hate you, I still call you up. If we don't got trust, we can never have love. I was put in the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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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s I was. But you were calling me a 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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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ar. I've been putting in the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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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rs I was. And it's coming down an ho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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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I was putting in the trust, we can never have love. I was putting in the hours. 喂，刚刚我被忘记开。你知道我刚想到怎么讲那么多，讲了那么多的话。我说谁空大、啊？因为我准备要绑个头发，我正准备要绑个头发，然后才开个灯，因为我想说今天。哎，我后来发现我的麦克风音声音很大声，所以我决定要调小声。都没有人跟我说我声音很大声。我来看一下，好像应该 OK， 少两个应该还 OK 吧。等一下谁？哎呦好，哎，为什么都变这么快？姐姐小鱼三妹妹去睡了。嗨嗨嗨，韩爷，八十七，我真的是，为什么它只会晃两秒啊？可是我已经把它放了，它上面有写啊，它写说，嗯。哦，刚刚 M7 没有讲话是不是？他说他会放在上面一分钟啊，可是为什么没有一分钟？为什么？嗨 M7 安，嗨鹅，嗨 Poik， 嗨嗨泰特没错吧？嗨泰特，没有开麦，没有开麦，刚好也开关 White L 哦。八十七，嗨，彤彤，卡利尔，彤彤儿，嗨，比利安格，好久不见，比利安格，你现在是比利安格还是贝果啊？嘿，手机的订阅不给打字，讲话要电脑才可以，那你就下次再讲话就好啦，又没有关系。那你菜鸡也才两个月啊，讲出来了。嗨阿姨，好久不见，等一下我先去开个灯。好，我来看一下那个镜头会不会太暗，看一下。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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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都没发生，你什么都没有看到。好啦，嗨大家，绑完头发了，应该没有很暗吧，应该还行齁。我前几天后来去看一下我的 VOD， 发现天哪，这女人是怎样啊，讲话太大声了吧，吵死了。所以我打算今天要继续用这样子的语气慢慢的说话。今天要喝这瓶，耶、yeah! ！我今天涂了指甲油，
然后涂不好又重新卸掉一次，再涂一次，还是涂不好。唉，我要压下来看。今天这瓶比较小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喝很快。喝完我就来讲，今天上个礼拜我们去胜利日，我跟室友还有新室友参加他们胜利日游行的一些照片啊什么的。嗨，阿莹，什么菜？很久之前我是第二个订的，真的假的？你是第二个吗？就抓一下热乎，你是第三个吧？你好了，也是啊，很你是好了，你长老，长老，长老，开国元老然后被妹子抓走之后又回来了，是被妹子甩，这不算是双马尾吧？就只是帮，这算是双马尾吗？我以为马尾要再长一点。一段时间不见，卡莉好像大了一个码。嗨，Coco，什么意思？大了一个码？你说变胖吗？可是你之前看到我的样子，是我比较……你是荷叶边吗？没有好吗？这哪有荷叶边？这哪有荷叶边？这明就没有，这是平的，好不好？其实它应该要再更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样很丑。会把它拉这样。嗨，你好，欢迎光临。你的好像太长了，我看不到。是谁啊？对不起，我真的没有看到，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我真的没有看到你是，对不起，你是谁？怎么办？我看不到，我看不到那个我看不到追谁。嗨，欢迎光临。不管怎么样，欢迎光临。仔仔荷叶梯真的哪里有荷叶？你们说，我才没有。我有荷叶边，但是不是这一件，这件是新衣。我荷叶边那一件是因为戏服，然后我都拿来当睡衣穿，而且也没有荷叶边，好不好？它就只是，对啦，它没有破掉，或是它没有破损，它就只是因为弹性疲乏，所以产生了一点就是这样小小的，就是的，不想理你们了。大了一个码是指我变胖了吗？我以为这样子看不出来。台主，请问可以不要这么光明正大抓热骨吗？好害羞哦，嗨，瑞秋。可是热骨很痒啊，不然能怎么办？我前两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东亚语系比较少弹舌音，你学俄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难？示范一下弹舌音的词汇。示范要给钱哦，呵呵，超坏。嗨，Bianca。对啊，比较少弹舌音，所以我不会弹舌。我之前有曾经想说，学完我一定要练会弹舌，我再毕业。不过我后来还是毕业，但还是没有学起来，我没有把它练起来。然后，所以因为我不会弹舌，所以我没办法讲就是很正确的发音。但其实俄罗斯有时候也懒得打舌啦，就像你好，就是最一般的，最简单的一个词就是你好，它里面就有弹舌音，就像它叫做 Strasvice，可是那个 Stra 要打舌，但我无法，对。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弹舌音。你是荷叶边啊？嗨嗨，巴斯廖日啊，好久不见！你已经喝完了，看来我还是太慢了呢，怎么办？今天本来想说要早一点开，怎么用一用又是现在了呢？台湾人，不过我觉得我已经算很早开台了，现在才对我来讲才8点对不对？真的是。可是我真的没有荷叶边啊，为什么它看起来那么像，就是皱皱的？为什么？为什么？我说就不要穿这件了。怎么啊？姐姐变捏捏台了，QWQS。什么是姐姐变捏捏台了？
捏捏台是什么？荷叶边就穿到松弛哈，哦是哦，我以为荷叶边要就是要那种绽放的感觉，就是要磨损啊什么之类的。准备睡觉，好，八四六晚安。八四六，你今天喝什么酒？哎，八四六每个人都认识哎，比利安格也认识，居然没有跳出开台通知，亏了亏了，哇，怎样？订阅亏了是不是？我好坏哦！我怎么讲话这么坏？嗨，猫飞日安，捏你肚子的肉怎样？我肚子的肉很明显吗？很明显吗？就是，哎，不是每个礼拜都在喝，然后我又没在运动，我觉得我这样子已经好了。我在找理由，随便啦。嗨，空空空空，嘿嘿。其实你放那个翅膀的那张图，我好像后来看了几次才发现，原来那是在代指我。因为有一次你就是跟西西还有我打招呼，然后你就放了西西跟这张图，我就想说，所以那是我吗？一开始我还想说，为什么空空不跟我讲话，然后放了一个就是，欸嘿的图，后来才发现原来那是我。怎么是捏捏台？呕吐，多看我几下也没有关系。我看看你，只好从 beatbox 开始练了，弹舌好像也是可以耶。对对对，抱歉，我错了，下次晚点喝。不用啦，没关系，真的不用理我。你喜欢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真的真的真的，以后我会早一点开的。对。以后我觉得就会从早开到晚了吧，就是6月18之后。卡莉爱心指甲爱心，他还小织袜小织菜。为什么嘟嘟一来就跟空空打招呼？可以，没关系，是空空没关系。白痴，根本看不到肚子，看不到就好，吓我一大跳。算了，我自己知道自己。虽然我知道自己是肥宅，但是突然讲到说"哎，你变胖了"，我还是会吓一跳的，因为体重计看不出来。请问台主可以秀一下项链吗？这是狗的样子啊，有什么毛病？啊，对不起啊，不是狗的样子，对不起对不起，骂错人了，是骨头的样子。骨头，你们看得到吗？就是，你们看得到吗？看完就算了，反正今天的主题是酒。是你没有错，跨国小精灵冬雨睡着了，快去睡。哎，你现在睡吗？要有肚肚抱起来才舒服好吗？不要讲那种话，怕。等一下，为什么这位都先生跟所有人打招呼就不跟我打招呼？那台就是奶台，是你说我的台是奶台吗？你说我台是奶台吗？你这样子怎么对得起其他的奶台？人家这样讲虽然有点不太好，但是怎么讲，那种感觉有点像大家都说其他的妹台是就是真的很漂亮的女生，真的是正妹超辣。然后你突然说卡莉，我觉得你是正妹，你是妹台，我就会，你这样子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就是这个台，就是这个台。连脸都没有露，然后你就是把她跟其他的就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相比，我觉得那些女生会哭。嗯，汤哦，搞不好我也可以用就是变声器啊。然后我如果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瘦小的男生，对不对？今天喝了麒麟一番，还有小七的声量，不知道这牌子叫做啥？天气太热，喝啤酒消暑。哦，对，最近台湾开始变热，对不对？台湾岛民们，其实我应该也可以算是岛民吧。如果我往旁边搬一点的话，如果我去比大，就是彼得堡大学的那个岛的话，我也是岛民。最近气温也是非常低，只是最近这几天啦，不是最近，这几天有下雨，
所以气温稍微下降了一点点，比较清爽。像这个礼拜一二吧，超热，中午都飙到24度。我以为嘟嘟本来就在，嘟嘟没有，他一来就会先跟聊天室友的妹子先打招呼，所以他不把我当那个，嘿。便当，谢谢 host。哎，你们太快了，手指乱动。你连上面是什么都不知道就直接呛观众，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我有毛，我哪有？我哪有呛观众？我哪有呛观众？上面真的有狗啊！就是一个骨头跟一只狗啊，很凶欸，竟然骂我操！除了卡莉，各位安安，除了 YK，除 YK，除了 YK，各位安安，我想说美人戴项链不能了解吗？可以，你聊，这其实项链没有什么，这是我舅舅送我的。我戴很久了，我从高中就开始戴了，高中还是国中吧？你看，差不多这样算一算，也有30年了吧？哎，YK 大安是什么意思？体重计啊，体重计，我是不是又变胖了呢？没有体脂计就很麻烦了，但是体重计就没有变，是酒店台？为什么是酒店台？要是变声器能够顺便变身高就好了呢。某年卡莉的心愿真的，嗨，干哥，你关台了哦。哎，我真的很希望，你知道我的理想的身高是，我现在身高在加10。我真的，我从高中的时候最理想的身高就是加10，就没有办法，哎。37度，好热哦，太夸张了吧？在哪里啊，泰特？你在哪里？真的很热哎，最高温37度是中午吗？妹子猫费 YK，所以你来聊天室就只会跟妹子，然后猫费跟 YK 打招呼。嗨，你好，欢迎光临。杰森打游戏，你好啊，欢迎光临。安安安安，这台什么时候也变看项链台？什么是看项链台？刚刚瑞秋说可不可以看项链啊？是怎样？所以现在就是贵圈的生态又变了吗？我又跟不上了吗？因为我只看那几台，现在会有人跑去跟人家说可不可以看项链，是不是？项链收集狂吗？嗨，肥羊你好啊，安安。顶楼日晒，难怪会这么高温。啥时变妹子了？你说谁变妹子？你说你吗？猫飞姐姐，日晒加电脑，尴尬，好热哦。要念到我的留言，真的是等蛮久的。好了，我念到了啦，我念到了。好久没有遇到153左右的女孩子，真的好小只。我也没有遇到153的女孩子，我是不知道有多矮啦。我也是加10，彤彤你说什么加10？完了，我刚刚忘记我讲了什么了。哦，你说自己喜欢的身高吗？看来彤彤搞不好跟我一样高呢。习惯很久了，比例真的。刚哥已经习惯了1年了呢。哎，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想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吧。你好啊，杰森。他用打字的回的还比较快。嗨 想聊？为什么大家一来都跟别人打招呼？我好难过。我呢？我呢？我呢？好啦，今天要喝这个白啤，好不好？我边跟你们聊天边开啤酒。你看他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就是这个东西啊，那个瓶盖很可爱。这是上个礼拜说很可爱的啤酒，然后它的名字叫做我不会念，我是看俄文的。
blue hair，读起 blue night out，blue night out，blue night out，我不知道它的重音在哪里。总而言之，就是 blue night out 的白皮 YK team 好好笑、哦。今天打球来宾差不多就是153公分哦、oh, YK team 还是152，我不知道，听起来很怪。我的项链是不错的配件，不能了解吗？可以啊，你可以了解啊，我给你了解啦。可是我这个项链我没有在保养欸，但它也没有坏掉，所以应该就还可以吧。我因为我不是没有保养而已，我是、欸、你们听到音乐吗？我不是没有保养而已，我是连洗澡都带着，除非我去烤箱或者是那时候在大厦洗那个桑拿的时候，我有把它拔下，因为会烫，就只有啊、oh, fuck。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气噗噗的啤酒啊，它上面有写，就还蛮酷的，它是organic and gluten free。虽然我是没有查无麸质，我不知道差在哪里耶。为什么我没有摇到它啊？看来是个狠角色呢，我就没有开瓶器哦。我想要加40，毕竟你才80公分而已嘛。哦，不对不起，你是几公分啊？哦，你162，加40，这样就是202哎，加油，加油！海丽阅读速度跟我喝的差不多 ，YK 挺。啊，彤彤好像跟我，对，彤彤跟我一样高，差不多高。我不懂啊，为什么？哎、欸，他超怪的，他一直在流，他气到流汤哎、欸。这是怎样的一瓶酒啊？为什么？拜托，聊天室老司机不要骂我，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酒，我从来没有开过这样子超级奇怪的酒。不是，你知道我只要把它打开，它就会一直冒泡吗？有没有很幸好？其实有时候我在看 YouTube。然后我其实有时候很喜欢看有些 YouTuber 在开东西的时候有东西跑出来或是洒出来，我就心想干，幸好不是我，我不用清。哪里没有打开？哪里还是紧的啊？这什么酒啊？为什么我要买这瓶？我以后不要买任何上面写 gluten free 的酒了，超级没有关系的。你怎么还在 YK 停啊？你不要闹了啦，酒都喷出来了啦，妈妈！为什么它一直在冒啦？我酒标可以先撕了欸。这台在干嘛？欸，等一下，如果有新观众，拜托，帮我一下，跟他们说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不是这样子。我要生气的哦！你再这样子，我就要去。不要再冒了啦！那想怎样？不是，他很奇怪、欸，之前的酒让开都没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就是有那个有，就是把它敲开的时候，它就会挤出泡泡。雷，哇靠！哎，等一下！酒瓶造型的蛋糕吗？没事没事，你们继续，你们继续聊，没事没事，不要理我。我不应该喝这瓶的，是不是？我为什么不好好的喝昨天那瓶吗？啊，对，我要跟你们讲，我昨天喝了酒，因为我前天去的那个一间超商，我不懂啊，为什么他不让我开一间超商？然后等一下，我觉得我要先离席一下。看，而且我手湿湿的，我不能拖我的麦。
I ever had. Hands down, the lies made up, you're the best I ever had. Hands down, it feels so good when opposites attract. Hands down, I'm not one for feelings you attached. Hands down, ooh yeah, yeah,喂，你们聊了什么？走黏黏的，智障死了。喂，我回来了。安安，有没有谁？嗨嗨，说了什么？喝完可以顺便表演一下 ASMR 吗？你要表演什么 ASMR？ 亲吗？可是我不知道麦克风好不好欸，收不收得到。看完法医女王，好哦，香料晚安。叉子开屏特辑，巴士掉，你没有看过我用叉子开吗？我所有的 VOD 喝过的酒都是用叉子开的。你敲一敲瓶子，因为它就开始冒了，我觉得它好怪哦。可是，喂，你说什么？
这其实瓶子是我新室友帮我开的，可是他不是，因为我之前喝的，我之前买的任何的白啤都是这样开的，所以我才会这么的惊慌失措，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白痴 ，YK 医生清白被我黑了。开来还是要用牙齿开，就算流出来也可以顺便喝掉，真的耶，我也这么觉得。气不不耶，我觉得这样超危险，感觉开一开就会戳到眼睛。没有没有没有，姐，你们不是每个礼拜都在看我这样开啤酒吗？我觉得是你用叉子的关系。大家各位拜托，我今天我的啤酒台也不是第一次开了，你等我一下，我先拿卫生纸。没事没事没事，啊，这卫生纸会香香的哦，谁是老人？啊，这是水，这是水，我刚刚有洗瓶身，大家不要紧张。哇，我真的没有看到你们的，你们没有看到你们的那个影片欸。嗨，抹茶日安，嗨鱼波呀，大家被我气死了吗？大家被我气死了吗？大战这瓶酒，欸，等一下，我要赶快看一下。叉子开瓶，熊熊，熊熊，熊熊日安。他蛮常用奇怪工具开台的啊，像是用门牙。不是啦，你们要听我解释，不然你们会觉得我好像智障一样。头锤开酒，干你们这群，都是 MOD 在那个欸，带坏风气欸。下次说要用酒窝开爆嘞，你不要用拉拉的酒窝开。欸，我后来发现干哥有酒窝欸，不过这是一个顺便看到的感觉而已，对不起。微笑开瓶吧，我也要吃消魂面。为什么你讲到消魂面，我也想吃消魂面，长得挺典雅的。打九格，七音九格，七音要怎么九格啊？智障哦！你开得好累，不哦是没有错啊，但是因为我不太，其实如果现在用，就是用开瓶器，开瓶器，开。开瓶器打不是鬼你老师的，开瓶器开酒的话也是可以，可是你知道开瓶器开酒瓶盖就不会是长这样子，瓶盖就会是长像我的脸的那种样子，大概就是我找一下，没有没有，大家不要紧张，我今天没有要介绍瓶盖，我很怕你们会哦干，卡莉娜又来了，又要拿出她那一堆垃圾，我的天哪，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就是像我的脸，就是这边凹进去一块，有看到吗？就如果你用开瓶器，当然开瓶器还是可以开得像这样子，但也是要就是稍微就是转一下，这样子它表面才会是平的。什么？现在留言同学大概十分钟才念到你哦，对不起啊。你翻499还快，你讲话很好笑欸，真的很酷吧欸。开瓶就是一秒的事情，错过就错过喝酒最好的黄金期，也是没有错啊，因为毕竟开酒了就代表就是开始有那种奇怪的，就是鬼门开啊，乱用。但我也其实老实说我自己喝不太出来那差一秒的酒，所以就算了，我就没有查。
现在如果后个100人过来留言读取，一定会超那个的的的的的。猫飞，你都忘了我们上次你来的那时候吗？你忘了吗？我那时候超紧张的，然后就觉得啊，我就喜欢这样子念，我喜欢看每一个人的留言啊，我喜欢慢慢回，怎么样？什么？我很大声？我刚怎样？哦，对不起，我刚说太大声吗？为什么？那我再拉小声一点好了，这样好不好？对不起，sorry，耶！不要抱怨了，他10分钟才看到，呵呵，来不及了，对不起，还被吓醒了。好，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都轻音讲话好不好？轻轻，我今天就这样讲话，抱歉，抱歉，各位抱歉。我们今天要喝的酒是这一瓶。对，然后我帮你们音乐放很小声，这样子好不好？很小声，很小声。我们今天要喝的是这瓶，然后我还要这样子。哦，感受不到音，靠腰，对不起，没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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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好了，我要变大声了哦。才不管你们嘞，用什么 ASMR，我就没有，我就没有那一个，就是可以收得到我的气音的麦克风。台球，请问你可以表演用论文开馆吗？我好想看哦。我论文还没写完，但是我可以拿我这一本扇你的脸，好不好？可以用这一本扇你的脸。啊，用超声音。在干嘛？这台好怪哦。瑞克，你讲什么？他都没有看到，回了回了。对不起，我说什么？谁要跟我打赌？卡莉会把他擦过啤酒的卫生纸吃掉？我怎么看到什么？你讲我什么？开鼻涕，心结？哈，你讲什么？刚哥，你说什么？我有讲完啊，我有讲完他的那个啊，我有看完啊。刚哥不是说，我都有讲啊。YK 艇，我都有看完啊。哎、欸，卡莉，我们需要你授权肖像权，你答应就好了。好啊，你们要用到哪里去？可以啊。等一下，不行，我不能先答应。是哪一张？漂亮吗？我美吗？心结，我哪有心结？我有看到你讲的啊，对，会有一半是弯弯的，因为就是你的开瓶器要就是这样子把它压下去，所以它中间那边就会凹起来。除非我今天已经喝过这瓶酒了，好，今天这个，唉，无麸质的好不好？来喝喝看，它的样子就是白啤的样子，讲干话。有点点胡椒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像在吃科学面。我很怕，我应该是要先讲非专业喝酒，应该不用吧？正常人应该都知道吧？现在是假装讲解瓶盖，故意忽略掉瑞克前面的留言吗？我没有忽略啊，哪一句？你不是说不要抱怨了？他10分钟才看到，来不及了。然后你还说不好意思，现在留言同学大概10分钟才会念到你哦。然后还有什么？哦，我看到谢谢，现在熊熊，谢谢熊熊发了。为什么熊熊会知道我这台啊？哪一句？下次要用酒窝开爆雷？我有讲啊，我说我想要用拉拉的酒窝。然后你说我用奇怪的工具开，我也有讲啊，像是用门牙，才不是门牙欸，是下门牙，是下排的门牙 你说平常都是直接干掉，才没有给它冒泡，哪有哪有干，我都慢慢喝，哪一句跳过你啊，才没有，而且我念过2遍欸，你看，嗯，因为。对啊，86，因为我有时候大部分时间都会留瓶盖，
所以我就会慢慢开。那如果今天是喝1664的话，我就会直接开，我就没有插，因为我已经留了。我怎么知道为什么？然后晚上再来跟我说，我哪知道？对不起啦，你们很爱记仇聊天室是小屁，不是小屁股靠背啊，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我是卡莉，先答应就好了。嗨，卡莉，初来乍到，第一次看台，嗨，文道，怎样？你还在打传说吗？文道今天也有看胖菜哦，什么是胖菜啊？论文开罐有困难，那用论文指导教授的头来开罐呢？哦，这个我超可以的，我只想就是反手抓那个啤酒。卡莉，嗨，温假道夫，我才不想理你嘞。怎么？他说好了，YK 加油，什么意思？反正现在讲什么照片，你也20分钟后才看到。你们行行好，我刚刚是在那边，就是战斗啊，对不对？我在战斗。我现在我是第一线我在那边开啤酒，你们还说我念留言很慢，我很努力跟上你们对不对？拜托宰给我截给我，我懒得回头找。怎样？我刚是漏到什么肥肉还是什么吗？你要截什么？你要截什么？我刚漏到什么肥肉吗？嗨，Sena，晚安，你好啊，好久不见。香料快捷，其实它喷出来的时候我在洗澡。我一直以为我有追到你的台，结果没关系啊，熊熊，又没有关系，我这台也没有什么内容。我也最近也不常玩游戏，希望我之后可以变得一个有用的台，有用的人。唱 什么奇怪的期许啊？原力开屏，底下那一堆跟499之间，原力开屏，底下那一堆跟499之间，还是是我的手机没有截到吗？是不是？好像真的没有截到因为我就是看到你说不好意思，现在在留言的同学大概10分钟才会念到你哦。然后之后就是846说开屏不就是1秒的事情，超过就错过喝酒最美好的黄金期了。然后之后你就说绝对会比你申办499还快就是了。所以是因为我手机的问题吗？那这样怎么办？我要去哪里看我的留言？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等下去看那个叫什么啊？像 Chatty 的东西。哦，我看到了，谢谢你，谢谢你啊！哇，不愧是我们高级 MOD，帮你拍拍手。好，卡莉不准删 VOD 哦，删了回台湾吃不到销魂面哦。为什么我没有在删 VOD？等一下啦，我是漏到什么东西吗？是我的脸吗？还是我的？是，嘻嘻。又有妹子来啦，开心。那什么嘟嘟还是什么，可以去睡了，拜拜拜拜。干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被人家黑。嘟嘟，对不起啊，我不是想说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对不起啊。不过我觉得嘟嘟现在应该已经关掉我的台了。为什么？你们要截什么啊？可以啊，可是要给我看，要给我看，你们想怎样？你确定你都有看到证据都找好？等一下，我也给你看证据。我真的手机没有，我刚刚就，你们都不相信我这样很难过哦，每天都在偷哭，傻一点。我在看小说，好哦。你要不要再说一次？你每一句都有看到，我的手机就真的没有哈，写考，真是写考你耶，YK 写考。我手机就没有啊！喝酒，喝酒，等级怎么算的？就是发言啊，加你待的时间。我希望我能收到通知。妮娜，妮娜，不要难过啦，妮娜。我每次都被边缘，我最近也很常被 Twitch 边缘我是
用了电脑之后，我3分钟之后才会说，假如像什么艾瑞克流感开台喽，或是叉叉叉开台喽之类的，不敢讲出来，不敢讲名字，反正都就是那些对大台。那他真的是没有看到，我真的没有看到啊！你看，刚哥人真好。你们都误会我，我真的没有看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那是怎么了？有点忘记自己的音效，这是什么？谢谢嘟嘟，心 姐，你当我们心姐的时候，你就会订阅，是不是？我再说一次，没关系。为了你，我人好。好，你人好，你再说一次。嘻嘻，来看我了。今天的好喝吗？我觉得还不错。等一下来讲我的那个感想。谁呀？谢谢刚哥 host。干哥的朋友，你们好啊！我叫 YK，把你酒喷出来的画面配上 Shooting Star 的音乐，写在考。嗨，贝果安安，再搭上阁下尖叫的画面，加油睡觉去，晚安，干哥晚安，明天上班加油。这样子，可是这样子累的不是我，是 YK 啊，是 YK 要剪影片接那个啊，然后 YK 都把他的才能浪费在这种事情上。反正没有露到脸，你就接啊！我没有查，帮 YKQQ，嘟嘟，taco t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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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co，傻眼 taco，傻眼个什么？那明明就是可爱 taco，好不好？自从御医好像接到通告，就不太常被发来这边。真的，御医最近比较忙，他现在应该是去睡了。Taco 贴图就是我订阅动力，傻眼 Taco。Taco 的贴图，我有在想要把它的那个颜色调得比较接近真实的颜色。哎，因为你看它的那个毛有点黄，因为这张照片是黄光。我那时候本来想说要把它调得比较白一点。尖叫有脸？我刚尖叫为什么会有脸？可是我家很下面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行，我等下去看 VOD。我今天喝的这瓶呢，瓶子超可爱的，而且只有330ml。然后他对刚刚有讲过，他是后面上面是自己解说。是有机跟无麸质的，还蛮酷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在开的时候，就是用我一贯的作风，卡利娜式开酒法，就是拿叉子这样子啾啾啾啾啾的时候呢，当它我戳它一下的时候，它就是它的气体就喷出来，然后就很多的泡泡什么的。尖叫有脸，不是你刚刚的尖叫，是 Shooting Star 的尖叫，这什么意思？等一下，可是 Shooting Star 的尖叫，可是Shooting Star 的尖叫配上 Shooting Star，什么意思？为什么要配上？哦，我懂了。我酒喷出来的画面，然后加上我的尖叫，再加上 Shooting Star 的音乐，要怎么配啊？你是要穿插吗？就是一边喷酒，然后一边尖叫，一边喷酒，一边尖叫吗？看，这样做得出来哦。
做出来，我就把它设为不行，描述太长了，好像也不能设为什么追随音效，好像也太长了，不要啦，好好，你做出来我就帮你拍手，哇，好棒哦，这样子，胜利日还是看他照片就好了，嗨 ，Sola，Sola 日安。另一个我，对，贝果跑出来了，没有，我还没有讲胜利日的那个照片。对，那天其实网速不好，我自己也知道，但我想说，如果还 OK 的话，说不定 VOD 还有就是还可以存个影片，因为我手机我怕容量不足，所以我就录了一小段，然后这样子上传到电脑里面，或是。就上传到 Twitch 上面，我就不用占我手机的容量。这样有理解吗？有，不要那么凶，不要那么凶，我有理解，我已理解，好不好？喷酒，所以你要穿插吗？就是我上次的尖叫，你是剪我尖叫的脸，然后再配上我喷酒的画面，然后再喷上 Shooting Star， 是吧？我觉得这一次的它有点特别，跟一般的白啤酒来比的话，我不知道，它少了一种，它少了一种，白啤酒特有的味道，那是什么？就是，那种香料味，它的香料味比较没有那么浓，然后如果跟大家喝过的豪格登来比的话。哦，讲到豪格登，我想到之前查了一下比利时人怎么讲豪格登，然后荷兰人怎么讲豪格登，跟美国人怎么讲豪格登。对，我觉得还蛮酷的。怎么感觉凯莉的 mod 有好几个是认识的，实况圈好小哦。你说哪几个？嗨，是谁啊？截图哪机 host 我欸，等我一下下，我还不截个，截图大师，开玩笑啊。啊，难怪会有点卡。好几个实况圈好小哦，为什么我觉得台主还是没理解？没有吗？我没有理解吗？没关系，成品出来你就能理解了。好好好，要把你的才能放在这上面了。没关系 ，YK 老板还是看结果就好了，别担心老板，香料有抓不是？所以我说截喷酒的片段了吗？欸，你们看得出来我喷酒？我以为那个泡泡很小欸。我都念 Costco， 我刚念了什么？靠北，对，豪格登。哎呦，卡莉怎么知道香料是什么味道？你不要在那边来乱好不好？你这个乱源，乱源挺欸。嗨，奶鸡，奶鸡日安，奶鸡关台了哦。嗨，二星人，下班可以来弄卡帕，好哦，我就慢慢看成品哦，卡帕。背景音乐很潮，夜电台，没事，没有啦，我们都放这一类的。其实今天我本来想要放其他的，因为哦，新朋友应该不知道，我很喜欢的 DJ Don Diablo， 他最近跟一个。应该可以算是歌手吧，不是作词
作词家，对，一个女生，然后做了写了一首歌，是之前是之前就是 Avicii 过世之后，他得知了这个消息，然后非常难过，所以写了一首歌，然后他把 demo 寄给他把 demo。给他的朋友听，然后他的朋友刚好是 Don Diablo 的朋友，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下， Don Diablo 就听到这首歌，然后觉得非常的棒，他的歌词真的是非常的正中他的心，所以他就把他们两个就合作，然后他就是帮他混音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合作出了这一首歌。我今天本来要放，但是因为他铁定绝对一定肯定会被消音，所以我想说之后再来放。是的，没有错，等一下再来放给你们听，我觉得很好听。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少了那个香料的味道，但他是好喝的，甚至是我会想要带回台湾的那种好喝。如果今天我把桑拿啤酒都买完了，然后我把桑拿啤酒都买完，然后还有一些位置可以让我买酒的话，我就会买这瓶，那还蛮棒的。嘿呀，满三小时要休息一下，三小时累积去休息，好好休息，休息一下。算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它上面写 glue， 我刚换什么字 ？gluten free， 觉得还蛮酷的。然后酒标也很好看。酒标很美，大郎，有点歪，大郎，对，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开瓶的时候会一直冒出泡泡，我发觉我真的是比较喜欢白啤酒。不管是哪一个牌子的白啤酒，之前喝了就是其他牌子的白啤酒，虽然有的我觉得很还好，然后有的觉得哦好赞好好喝，可是不管怎么样都比我喝的IPA 跟 APA 都来得好。我喝 IPA 或是如果我今天是开 APA 来喝的话，我喝酒的速度绝对会比这个还慢，我就会跟你们聊很久，聊，然后想说，好像喝一下有点口渴，然后就会喝一下酒。但是今天如果是喝 stout 或者是喝 porter 或者是喝白啤酒的话，我就会自己拿酒起来喝。所以，请问台主开台大部分都是品酒台吗？在我论文写完之前都是品酒台，6月18以前都是品酒台，或是应该都是品酒台啦，都在喝酒。没有，不对，没有品酒，只是喝酒而已。我没有品酒，没有 Sola， 没有，我只是喝酒而已。因为论文还没写完，然后我的游戏又都是要跑剧情的，我怕我跑了剧情我就一直玩下去，所以才想说论文写完之前都不能开游戏台。虽然我的东特还是在买，然后其实去年的夏特的游戏我还没有玩完，然后去年的东特，不对，应该是今年的东特，是今年的吗？还是去年年底啊？忘记了。然后还有那个新春特，我也有买，所以东特，然后去年夏特，然后今年的新春特，游戏都还没有玩完。然后中间又有一些就是便宜的游戏，有时候会打折。然后你知道俄罗斯这边，他
他们的价格又比台湾低，可是汇率又在乘以0.46，所以要更便宜，所以我就不小心就买了。你知道他又会记我的卡号，然后我也不用打卡号，所以我就不小心就买了。所以我现在游戏库有一拖拉库，这是一拖拉库的游戏都在等着我。游戏真的好多哦，自己觉得啦。吧台休息一下，好，奶机拜拜。还不想睡？不要睡啊！大家明天要上班吗？有的人明天要上班或者加班，有些人明天要上课或是有事之类的。其实我外面还是亮的诶，大概是台湾下午4点吧，下午四点。夏天的时候的下午4点、4、5点的时候的天色，嗨，六五 P 依然，你好啊！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好耳熟哦，是谁的歌啊？梁静茹的吗？而且他。他那首歌是翻唱吗？嗨，六五 P，对，所以今天就是喝酒瓶，小小瓶的。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喝一喝，然后开个照片台，因为我今天很丑，我没有化妆，所以我没办法。把视讯镜头拉起来，然后再开图档，再开图片档。我觉得那样很可怕，我是说你们会很可怕。哦，我最近因为要写论文，所以我不知道我出去玩我会觉得很没有，就是我会没有心情出去玩，除非有特别的。节日像明天我就要去下宫，下宫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以前沙皇夏天的时候会在那边居住的宫殿。然后彼得堡这边就是东宫，应该说彼得堡的市区的那一座叫东宫，就是冬天常居住的那个宫殿。然后。我们明天去下宫，是我跟室友两个人。然后我们明天去下宫，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冬天的时候因为水会结冰，所以像他这边宫殿的喷泉会把它关起来。也就是说，你冬天去一些宫殿看，或是一些公园看的时候，是不会有喷泉的。不用说宫殿啊，应该说整个城市的，只要有喷泉的地方都不会有，只要有池子的地方都不会有，就是都不会有水，不会有喷泉，所以他们会把那个就是这部分的电力关掉。然后大家都知道夏宫的喷泉群是很壮观的，我们明天就是要去参观它开幕的那一刻。其实他们有一些的喷泉都已经在运作了，只是最大的那个还没有运作，所以他们就是会特别早一天，然后大家聚在那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节目干嘛的，然后接下来就会由有点像主持人的人就会说，那现在今年的东宫，不对，对不起。下宫的喷泉正式开启，然后那一刹那就会有就是很大型的喷泉开始表演他们的喷泉的算是秀吗？它就是会变换，就是高低，然后大小或是长，变换距离之类的，就会有那种有点像水舞秀的东西。然后那时候那天开始就会有，就是你去那边就会有喷泉的表演。没有错，所以我明天就是要跟室友两个人去下宫去看他们的开幕，算是开幕典礼吧，开幕典礼，开幕式。
歌名忘了，我也忘了歌名。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什么意思？好久没有修过，就是明天难得的可以修半天。猫费，如果你修半天的话，那你是修早上还是修？我是说修前半段还是修后半段？就是你工作的时间的前面还是后面？晚一点，你是晚一点上班还是早一点下班？嗨，妮娜，有一个客户也是做半桌的，半桌很辛苦，真的很辛苦。锁链的妮娜，为什么是锁链的妮娜？我跟他分享我一个一直在喝酒的厨师，你说毛病吗？水舞喷泉，我们都需要油漆来面对流言蜚语。流言蜚语听起来很好吃哎、欸！我在这边，我自从我来这边之后，我就很少再吃鱼肉了。应该说自己特别会去买鱼肉，因为我不太会料理鱼肉。然后看得到的，就是最认识的那一个肉的颜色，鲑鱼，又很贵。我觉得我下学期过的不是，就是我吃东西吃的不是很健康，比起我上学期跟我硕一的时候，所以我可能会就是真的是营养均衡，假如像今天吃牛排就吃牛排，今天煮意大利就煮意大利面，然后今天吃沙拉或者吃小菜，然后配饭，就是这样子。但现在在这边就是我没有饿就好了。我随便我吃什么，反正我就觉得我今天只吃吐司配可能配蛋，然后配一些肉就算了，然后或者是我今天吃煮白饭然后配海苔，这样子也算一餐，反正我没有饿就好了。我不管我今天吃了什么，就是在我论文没有写出来之前，我都觉得我好像如果我煮了一个大餐好像会有点太好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在对谁不好意思。对，只有可能我生日的时候，或是朋友生日的时候，或是今天在外面吃东西真的没办法选，我才会去吃我觉得大餐或是好料。嗨，天空蓝，大家都跑去看酷酷馒头是怎样，跑去看什么？哦，我看到，嗨 ，PT 然，你好啊 ，PT。水舞喷泉，对，休晚上，要上台北聚餐看 live， 哇，大家哦，我现在才看到，原来天空蓝在讲这个，因为之前有一张 meme。图是一个小女孩在秋千上，被戏称为锁链的康妮，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锁链的康妮，我还以为全波罗的海的鱼都集中在彼得堡，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欸。是有啦，就是蛮多鱼都在这边的，这边的鱼货，这边的海鲜很多，只是我没有去买。而且可能会下意识觉得鲑鱼就是很贵吧，但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看它的价格多少。直到上一次室友买了鲑鱼，发觉，应该说，因为我们算都会以台币来算，所以我们会看完卢布之后，然后再换算汇率，然后到台币，然后去看我应不应该买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换算之后发现，其实还没有到很贵，就是一般价格。我觉得比起豪格登，这啤酒比较甜欸。当然它的甜不是那种不是那种糖果的那种甜，就是一种啤酒的
甜味啊，内华达这首我真的很喜欢。吃的不健康没关系，好吃就好，就是因为不好，就是我就是如果不健康但是好吃的话我也没关系，但是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乱吃，像我刚刚讲的随便煮一大碗饭，然后就是当我开始在答论文忙起来的时候，我就是随便煮一碗饭然后配海苔，然后海苔吃完之后饭当然还会剩，然后就只吃那一碗饭而已，因为这边也没有像台湾有什么肉松啊，或者是或者是那种我要讲什么饭岛香松，就都没有，然后就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啊，天哪，我在干嘛，就是有种乱吃的感觉。然后那阵子因为也没什么吃蔬菜，然后也没有什么吃肉，所以会饿得很快，然后有时候可能就只会吃面，然后就是会饿得很快，然后之后晚上到了晚就是半夜的时候就会，就是因为打论文会打很久，可能每天都在熬夜，熬到凌晨两三点就会肚子饿，但是又不想要去煮东西吃，所以我就会肚子饿然后就去睡了。到后面我就觉得就是这样不太好不太行，所以我就觉得就某一天就去超市开始狂买东西狂拿，然后之后就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时间规划没有很好，因为那时候是因为因为我每一个章节都给自己一个 deadline， 然后那时候乱吃就是因为我给自己的 deadline 快到了，所以我必须要赶快把那一章节赶快结束掉。我觉得说就是我时间规划没有很好，然后之后就有好多了啊。对，现在才可以开台。康妮那个衍生梗很多，北欧的鲑鱼反倒不是海里的，是养殖的。嗯，听说有就是吃的龟都是养殖的，这里的啦。不过台湾的是海里抓的吗？对不起，我是不是在问一个智障的问题啊？好像是，但是我不知道。拜托，有没有老司机或者是教练？给你们一个机会跟我说，爸，来吃哦，卡伊娜，你很智障哎，来哦，就是这个时间了。天空蓝没有要去看吗？哈，其实我不知道到底要看什么，而且不是要先买票吗？哈，什么意思？天空蓝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买票？哦，了解，我不是群里的人，龟龟。只是住北部，然后我八级了，恭喜贝果八级的。进口的样子哦，你说台湾的鲑鱼是进口的？哎，好像也，好像哎，对，好像是哎。贝果不是贝果，本岛最近都没有来了，我们是不是不好了？我们不好了吗？哦，我刚刚有点蜡烛，然后我发现，因为我的蜡烛下面是，我是买那种长柱型的蜡烛，就是外面没有任何的容器装着，然后我忘记我自己下面是没有底的，所以我刚刚就想要把它拿起来移到旁边，结果后来才发现它底部已经融化了，底部已经是就是蜡了。已经不是固态的蜡烛，然后它就是我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就像是拿一个空的纸筒的感觉，然后下面的蜡就像水一样流出来，然后就很紧张，就把它马上把它放下去，然后把它插回去，可是旁边的蜡就是形成一滩，然后我觉得超好笑的，我现在就在看着它，它很像本来就长那样子，它很像一个蜡台。但其实那是流出来的蜡，而且因为蜡它
因为它流出来之后就没有再加热，所以它就开始变固体的。今天的酒好少哦，你快喝完了耶。台湾的是挪威进口的养殖鲑鱼，所以我们去跟别人买他们养的东西是吗？不一定是挪威啦，其他国家也有养。哦，亚洲最新鲜的鲑鱼听说是在香港，什么？国外的鲑鱼都先飞到香港，然后再转运到各地。哦，但感觉也蛮有道理的。一个集散地吗？不是集散地，集货地。冷冻的有差吗？哦，我之前大家还记得，最近开始在吃糖果，芒果糖真的好赞哦！现在台湾有芒果了吗？我现在不敢吃芒果，我现在不敢吃糖，因为我怕酒会变苦。台湾现在有芒果了吗？我回到台湾最期待的事情，除了吃盐酥鸡，就是吃芒果。而且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因为我应该没有跟大家讲，上礼拜不知道有没有讲，就是我一直在观察一本书，叫做这样，我该拉上来一点，这样感觉好像比较，然后这个要放，这样画面比较不会那么无聊。就是，把视讯拉小一点，因为我喝的差不多了。哦，这首歌很好听，佳佳。之前常常会看一本书，我想要买，然后本来是打算有在工作之后再买，因为它是精装版，所以它的价格会比较高，大概1000，原价是2000多台币，但是它很厚，它300页，然后是精装书，但还是觉得很贵。所以我才会想说，要工作的时候就花自己的钱去买。但是呢，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吧，它竟然特价了，打了5折，所以只有1000多而已。那我心想，天哪，真的好想买，我真的很想买，所以我就买了。它大概1000出而已，本来2200还2300还2500，我真的有点忘记。就打完折之后，我忘了他打了多少折，因为他是打折再打折。他说如果单就是全部的消费满1000的话，可以打就是打9折，打95折。所以他就是打折再打折。最后我是花1116买下那本书。超赞的！它的名字叫做《全世界最好吃的书》，它很棒，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有点剖析，或是很仔细的讲某一些食物或是某一些种类的书。像之前买的那一本《农场解剖学》，它也是一本很酷的书。他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插画家，叫做 Julia Rothman。然后他就是画了农场里面你会看到的所有东西，他都把它好好的解释一番。当然，农场鸡鸭牛羊这是已经必备的，所以他跟你讲有鸡，有什么鸭，有什么牛，有什么羊，然后鸡的。连鸡蛋也会讲，像鸡蛋，哦，鸵鸟蛋，什么什么蛋，什么什么蛋，鹌鹑蛋，什么什么什么鸭蛋，它都会讲。然后像牛也会跟你讲什么什么牛，什么什么牛之类的。我还没有看完，我前面看到是他会跟你介绍，就是农场需要的东西，像
一些大型的机器啊，我有点记不太起来，就是那个中文，当然英文我也记不起来了。就是像那叫什么，就是像一些拔草的那些机器，然后他会教你，他虽然讲农场，但是有就是有偏牧场，因为我刚刚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鸡鸭牛羊，还有什么马也有，然后羊很酷的是，他会教你，就是他除了跟你讲有什么什么羊之外，他还会跟你说羊在什么时候需要剃毛，然后剃毛的步骤是什么，他会就是画一个人，然后他剃毛，假如像你是一个人帮羊剃毛的话，他的羊。我还没有看到那边，但是我只有先翻那个图，它图片大概是呈现一种有点像你把你们家狗狗就是往后面倒，然后它的手会长这样子，然后你就这样子把它的就是中间这边的毛这样剃掉，我觉得超可爱的。河岸留言我没有去过，台湾有啊，台湾什么？河岸留言我也没有去过诶。对岸留言超好笑的，哪个品种的芒果不知道，但是有看到，开心有芒果了。真的，我最喜欢的水果就是芒果，然后再来是释迦，我很喜欢那种甜甜的水果。然后像那本书，他也有跟你说，去怎么做，但他只有教几。个比较常见的 cheese，因为你知道有养牛，然后有养乳牛，就会有奶，有奶它就会开始做一些副产品之类的。他真的那本书很酷，他真的很酷，而且他不只有出农场的，他还有出我之前一直就是很期待的一本书是食物的解剖书，他真的是超棒，但是我还没有买。但我觉得我应该回台湾就会买，我想说回台湾再买。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回台湾先买这就是食物解剖学这本书，然后之后再买全世界最好吃的书。它真的超棒的，它真的超棒的。食物解剖学它就是从你看到你能吃到的食物的种类，它都会写。米面它当然一定会写，然后牛排或是任何排类。还有鸡蛋，鸡蛋我有点忘记，鸡蛋它有写，但它的层面就是走煮完的鸡蛋，像最一般的炒蒸，然后荷包蛋那些的，然后面它很酷，它连东方的也会写到，像它那时候写意大利面，然后意大利面它会分就是肠叫什么啊，就是肠。长直面吗？直面，然后像螺旋面，然后蝴蝶，然后墨鱼面，还有那个血管面也都有写，是等等等等等，什么天使细面之类，他都会写。然后亚洲他好像会写乌龙面吧，还有拉面跟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还没有买，我只是先看他的那个预览，他真的超棒的，我真的很喜欢那本书。小时候只有附近邻居在养火鸡，很吵。火鸡很吵，其实我没有听过火鸡叫诶。好，我后来要拿石头丢他们。小时候真的是很喜欢拿东西这样子，就是吵死了，然后不然就是干嘛之类的。巨大鸡翅，咕咕咕咕咕咕。想插一碗白饭上做成火鸡吃饭，超大只的诶。我觉得火鸡肉饭真的很好吃，不过我昨天吧，好像刚好看到那个有人在做海南鸡饭啊，那个步骤超多超麻烦的诶。幼儿就是这场去不到才被亏，对岸留言超好笑的诶，对岸留言，慢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好啦，我啤酒喝完了。最近用的瓶子，最近用的杯子都用之前去 Craft Weekend 用的杯子，开心。唉，不然其实如果倒在我之前那个很大的那个啤酒杯的话，会很空虚。就倒一半，一点点，然后就没了。这支酒一下就喝完了。对啊，它只有330而已。下个礼拜，咻，下个礼拜喝这支。哒啦，也是瓶子超可爱的，看起来很好喝，对，看来很好喝，真的。比上个礼拜喝的那个，上礼拜喝什么？要搞忘记了。我是不是喝某个？我喝那个 Stout Fletcher 的 Stout， 它就真的很还好，而且很淡，我很不喜欢，不喜欢。这瓶真的很还蛮好喝的，比之前喝的 Glacier 的那个白啤还好喝欸。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饱满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讲，它给我的感觉比较饱满，比较就是比较怎么讲，比较有东西，虽然它的香料味没有很重，但是它，我不知道，我觉得它喝起来还有另外一种味道，就是有点像是豪格登，然后乘以 1.5 好，差不多吧， 1.5， 但是把它的香料味拿掉，它的香料味没有那么重。当然我知道香料味就是白啤酒的一些特色，但是它那还不错，虽然他很喜欢冒泡，我不知道到底想怎样，害我浪费了几口，你知道吗？本来刚那个瓶子应该到第二杯的时候应该要在这边的，可恶。还有酒标也很可爱，我也会留，超可爱的。然后这瓶也是那个 Stout， 对，我上礼拜喝 Stout， 我的天啊！虽然我是喜欢喝 Stout 的人，但是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要坐后面一点？是他到底发生什么事？香料，香料味，臭宅味，不是啦，你那不是那个香料，菜味，香菜，真的是香菜。谁 ？I Los Angelo I suppose， 感觉什么东西 ？Met you， 为什么我那个字看不懂？完了，英文太烂吗 ？Hi， 哇，完蛋了，宅臭了吗？不会啦，我也很宅啊。哎，我其实有时候，因为像我的，你知道你知道像我的室友，他。我亲室友他就是一个来这边，其实我们之前大四的时候在台湾就会运动，就会不能说运动，我们会去重训，我们是重训好朋友。但是他来到这边之后，就是我来到这边之后反而比较就完全没有去健身房，但他就是会自己去健身房，然后就是天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蜡烛现在已经血流成河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拍照上传到群组，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群组看。我真的快笑死了，他现在已经血流成河欸，他就是他现在是呈现这个状态。然后所以他就是什么东西，那句是 meme， 但是我不懂那什么意思，真假的，那我来查一下好了。
我没有看过这个 meme，它可能是我最近脱节太久了。哇，那可能要问新室友，新室友最近新室友很常有就是懂很多的 meme。嗨，吴大，吴大日啊！嗨，那蓝蓝的没有看清楚，是大只吗？嗨，哈根。之前也有俄罗斯人跑来这边对我讲俄文的 meme，哎，俄文的还可以讲 meme 吗？俄文的 meme，看真的是超智障的。他就是一来，然后就会跟你说，那个俄文的 meme 是直接翻，就是我有点忘记，他好像是你的晚餐还是你的午餐即将准备好，然后10分钟会送达。但是他好像，我不太知道，就是他出自哪，但是感觉是俄国的实况组跑出来的。我来看一下，好了，好了，是 Twitch 的命诶，我没有在跟啊，谁会知道啊？他是，反正是一个 meme，然后算了，我不想看了，感觉不好笑，你知道吗？嘻嘻，嘻嘻，你们在干嘛？嘻嘻，你们在玩什么吗？嗨，小白袜，我刚刚能跟你打招呼吗？嗨，哈根。不想要他太烧太旺的话，可以把心剪短一点。有啦，我想要他烧旺一点，我想要他把我的蜡烛烧完。所以其实我还蛮需要他的烛心的。其实我有一些蜡烛烧到最后都剩下一点点，就是大概，我不知道，大概几毫米而已，很薄，很薄，很薄。但是就烛芯已经烧完了，我想说要去买那种棉线，然后自己卷成烛芯，然后把它就是再继续烧，或是重新做成，对不起，重新做成新的蜡烛。然后来买不到棉线，这边很奇怪，买不到棉线。哇，卡莉台也快破50人，要起飞变大台喽？有吗？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应该都是假象。没有没有，是因为今天大家就是都跑去睡了，然后大家都 host 到这边来了，都是各大大，好不好？都是各大大的朋友们，我们在看你，我们在看你。你们没有玩游戏哦。开始组建卡大帝神教了？没有啊，真的没有啊，这只是个案，好不好？大家冷静，大家冷静，没有要起飞，大家坐好坐好。小朋友，我们今天只是搭小火车，我们没有要起飞，大家不用系，要来要系安全带了，开始哦。但是大家不用觉得，就是不用紧张，我们不会遇到乱流，不要起飞，不会起飞，好吗？坐好，坐好，坐好。好啦，我们下礼拜是喝这瓶。就不对，我讲的好像要关台一样，但是我还没有讲胜利日诶。早知道我下面不应该先立 flag，可恶。明 下礼拜要喝这一罐，这一罐我看一下，Peller Hopfen Bad。成哦，有个难念的，完蛋了，反正就是一个 PA，就是一种 PLL，然后哦，下面有德文，PLL East Eine，感觉有个难念，对不起，我不会德文，其实，好，我不会念，
表姐要杀了我了，怎么办？因为我都在乱念德文。好了，反正总而言之，它就是也算是也是一个 Pale Ale。然后在上礼拜，不对，上上礼拜，哎，不对，上上上礼拜的精酿日，我有看到这一个啤酒厂来就是参展，这个叫什么 Braufachten。这个厂商又来，但我没有买他任何的啤酒。我是说在那个展场里面，我这瓶酒我是跟他，还有跟，跟他们一起买的，就我们这三瓶一起买的。我们这三瓶是，好像我们是一个 squad 还是什么的。我这三瓶是一起买的。对，不会起飞，那就是开车咯。对对对，开车开车。请紧握扶手，站稳踏阶。掐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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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掐！有点我太久没有听到了，怎么什么什么？去什么什么什么？卡卡猴仔，对不对？好啦，其实我是第一次喝这个种类的，我会去看一下，做一下功课的，看一下它是何方神圣。新教的教皇，老司机卡利，我不是老司机啦，下一步就是帅勾勾了。哦，看我看人冲勾勾。我不可能会冲勾勾啦，我是说我不可能会勾勾啦。开个十年应该是可能吧，开个十年，如果十年都在这个频道的话，那应该就会有吧 ，rap rap 嘴皮啊，应该就会有一些人气吧，十年。我要关吗？好，可以，可以。那么美啊，很美。对啊，它已经破掉了，你知道吗？是还好，因为它其实上面有一个底片，你不要摸啊，会烫。这边不会，而且摸一摸，对，熔岩。你说穿这件还是还好？有其他颜色吗？黑色好像会太暗。那这件好了，这样子好像太多颜色了。可是你，那你外套穿什么？那还好啦，还好，那可以啊。那你穿这样好了，这是我刚刚拔下来的蜡，很可爱吧？卡卡啤酒台日常，我觉得从练才开始好一点。练什么才？啤酒勾勾台有搞头哦。可是如果没有讲出什么厉害的东西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有点失望欸。就只是一个常喝酒的女人而已。如果今天我是就是观众的话，然后我就看到，这台。有认证过的，好像还蛮厉害的哦。他常喝酒，来看一下好了。然后什么啊？搞什么啊？就是开个酒，然后聊天而已啊。对，我也蛮失望的。也不是说对那个人失望，是等下我选的字不太好，应该说哦，原来就是聊天台啊。就我以为他会是钓鱼台什么的。这真的好香哦。以下开放抖内，抖什么啦？要飙车了吗？我抖内500P，500P 是什么意思？500卢布吗？鼻子好痒哦，等我一下，哈？哈 ？PB 哦 ，PB， 白痴，杠杠也在，怎么？为什么 QQ？ 杠杠，一杠二星是警官了。嗨，天天大小眼，嗨蚂蚁，
一颗恶心早就没有这个阶级了吧？一颗恶心，你们可以去查，是中位哦。现在最低都1-3了，没有一线三四星吗？十年啤酒台，十年的话，我就可以开其他的酒了。哎，十年我应该就有那个，我们来想一下，对，我要做好。十年我们就有那个，我就有薪水。那我今天开的酒可能就会是，哎，大家跟你们介绍一下，就是今天喝的是这一瓶红酒，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那个视角当然也会不一样啊。如果我钱的话，我应该就会买镜头，然后我就不会是这个废笔电了，然后就会有那个视讯镜头这样子，然后就是家里非常的漂亮，然后跟你们说，今天我们喝的是这瓶红酒，然后然后就开始跟你们讲这红酒是怎么买来的，然后就会倒在那个非常酷的那个杯子里面。然后这样子倒，然后先这样子还要仰角，你知道吗？要看那个光泽，然后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晃那个杯，然后要先吸一口，然后跟你们讲香气是什么，然后再轻啜一口红酒，然后在嘴巴就是漱个几下，然后闻一下那个香味有没有，是不是？不然就是今天喝白酒或者是香槟，如果更厉害一点，我可能就今天配的是什么餐。哦干，听起来好赞哦，这个酒台。对不起，我在做梦。对不起双鱼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星星越少越大，真的假的？四星是警员，二星比较大。哦，你们在讲警察，我以为是军人呢。这真的好香哦。你对是不是有改过？为什么记反了？我以前替代役在保安警察里面当的，我0-1星，一颗爱卡丽的星，他跟你每一台都这样讲，不行哦，这台不能支台主哦，也不能支任何的哦，你只能支男生好不好？乖，你这边选一个好不好？你选一个你喜欢的男生。嗨。高该嘎，嗨！你旁边外旁边画面外的导播是谁？刚刚他有跑进来吗？还是没有？旁边外的哦，你说导播是室友啊？是新室友儿？对，是室友。然后用十年累积的斗内换一颗健康的肝，再开下一个十年，可以。换一颗健康的肝哦，拔开那个的声音真好听，我要让你们听一下，好舒服哦。不给你们听音乐，哦，我好无聊啊，哦，我忘记把声音慢慢变大了，你们这样会耳聋。我想问的是安娜还是 Mira？ 是 Mira， 是 Mira 哦。我现在没有跟安娜住了，安娜跟她朋友住。那我明天去东啊，对不起，我明天去下宫是跟安娜一起去。昨天上课才有品酒师讲这个事情，他说灯光下如果是橙色、棕色，就是6年以上的酒。原来如此啊！哇，大家，看我们瑞秋好厉害哦。好，只能支男生，快来支我，操心。男生还只能选一个，好，给你两个好不好？不是啊。为什么男生只能选一个？如果你喜欢一个男生还是喜欢女生，你都是喜欢，你都只能选一个啊！不能说我今天喜欢男生，我就只喜欢他一个。那我今天喜欢一个女生，那我可以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这样选？不行啊！
对不对？超级听不到，好吧？你是在嘲讽什么？我没有嘲讽什么啊，而且你每一句话都打叉欸，我的天哪，你在骂我吗？我没有嘲讽啊，我是说你真的很厉害，我会把这件事情记下来的，不然我现在记吗？好不好？橙色跟棕色是怎样的颜色啊？是像我刚刚开白啤的那个颜色吗？所以你是指红酒吗？所以如果我打开来发现它是红色的，它就不是6年以上的。啊，对，对不起，我讲废话。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为什么会变成橙色或是棕色？它是会红到变成，就是非常深红，然后红到。我不知道怎么讲，红到变成褐色的样子吗？我心是肥大，心里装很多个，不行吗？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那你就自便啦。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你的每一个一半都说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啊。但是不要装女生好不好？这台的女生不行，这台的女生都是我的。哎，你们想一下，你问像贝果或是猫费这些，就是不知道从几百年前，西元几年前就在跟的。我只要看到女生，我就会超级开心欸。虽然每一个，你知道开了这么久的台啊，没有很久，就是这几年来这样子开，这几个月来这样开，每个女生来来去去的，女生来的时候，我都用非常开心的声音跟她们讲话，希望。就是他们可以在我的台留下来，但是因为我台都在讲干话，然后又不玩游戏，然后都在跟你们这些男生讲干话。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你们很好，我不是说你们，我是说我都在讲干话，所以一直都没有一个，就是在我的台没有一个，就是女生群聚的感觉，只有现在最近。最近才开始有了很多女生来我台，我这么开心，你们要抢走我唯一的小确幸吗？我好不容易就是种植，就是不是种植，我好不容易开始慢慢的，我的希望开始发芽，开始萌芽，我准备茁壮的时候，难道你要这么狠心的把它给摧毁掉？时候好适合配韩语哦，我的天呐！请问为什么肥羊哪都在啊？因为，因为是肥羊啊！乱回答。我觉得你可以去考品酒师，可是品酒师需要上课啊。我也觉得我是想要去学习这些知识，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我会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才能，我没有什么实力去考试，我会。我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可是我就是会很紧张。像木头的颜色吧，哦，像木桶的颜色，那我大概就知道了。所以有那样子的红酒哦，你是指红酒没错吧？月秋，你刚刚是讲红酒没错吧？是有那样子颜色的红酒，好酷哦，我还没有喝过哎。啊，我刚好看到你说在灯光下吗？因为之前在我出国的时候，在我就是准备来这边读书一年的时候的前几个晚上，我爸就拉着我说：“卡莉过来。”当然，他不是叫我两个名字，他就说：“哎，卡莉娜过来。”然后说：“干嘛？”他说：“哎，我们来喝酒。”我说：“你要喝什么酒？”他说：“这瓶酒从你出生的时候到现在都还没有喝。”我想说你要出国了，我们来一起喝一下吧。我们父女俩来喝一下，我就好啊，就把它拿出来，然后上面写着一，我不想讲我的年份，差一点被你们知道，菜逼吧。它上面写着1900年，
然后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年份，然后我们两个就把它喝掉了。其实它可以继续再放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它把它喝掉。那可能因为我要出国了吧，所以就把它喝掉了。然后就是也差不多，就是也差不多就是二十年多。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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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喝掉，然后就好好喝哦。对，就这样。突然感性台，尿色的我正常吗？可以啦，尿色也算是颜色啊。讲师说他原本是在带小孩，偶然喝酒之后发现他忌酒水很厉害。讲师好强哦，好赞哦。这有点夸张了，怎样？他跟为什么说我有点夸张了？教你们看酒标，好赞哦！分享，上课要记得做笔记，有要分享哦。女生在哪？在哪？瑞秋就是你吗？对，就是瑞秋，瑞秀是女的。秀一下珍藏的截图，你说女生？哎，我截图超多的，我还拿我的硬碟去存档，超多，而且几乎都是我都只截女生，顶多有时候就是。干哥讲了什么很感性的话，对，你们想知道的话我再讲出来给你们听，讲了一些很感性的话我才会接，不然几乎全部都是女生。这女生说卡莉好可爱，就是卡莉好想跟你好想跟你见面哦，或是卡莉真的好可爱，或是卡莉小精灵什么之类的、哦、女孩子真的好可爱哦。我是指就是友情方面的啦。种植是哪招？春天我在菜园种下了一个女生，秋天就可以收获一群女生吗？我也是希望可以这样子，好不好？我是说希望啦，种植希望。对，我都会截图，我截图真的很多。女生在这，很大冒出来了。彤彤方便随便夸奖卡莉几句吗？没有，彤彤夸奖我的，我也都有那个。假如像彤彤说卡莉真的好可爱，卡莉好可爱，我也有截哦。从我粉红色的名字就知道了，我是女神，不一样啦，颜色不代表性别啦，除非你是指雌性啦。红酒的色素会随着时间消退，难道是要我晒女装照吗？怕。女儿红高高盖嘎，嗨，我刚好有跟你打过招呼，但我忘记了，没有啦，没有到女儿红，我还没有出嫁哦。可是他就把它喝掉了，我希望他可以有其他瓶一九多多年的。对啊，是女儿红是出嫁才可以喝啊。他在我出国的时候，虽然都是有出，但是不一样啦，可恶。没规定出嫁那天才可以喝，有人七八岁就喝得精光，真的假的啊？所以我一直以为女儿红是出嫁那年才可以喝哎。七八岁是父母喝掉的，氧化褪色。那鹅呢？鹅的话就没有在管啊，反正他每天都在讲，所以就一开始会截图。我最一开始，因为他一开始来的时候跟大家都一样，就是嗨台主，然后他就拜拜，而且甚至他给室友的爱心比给我的还多，他就是室友爱心。每天固定四个爱心，下面一般话语不等的爱心，就是室友好可爱，爱心，室友好正哦，爱心，然后就是室友的脚脚爱心之类的啦。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就是室友粉吧，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一直到后来，就是跟他常常聊天之后，那时候我们还蛮常聊天，还有跟其他的人，他们现在不常来了。然后还有像跟雨公也有一起聊天，然后我就会说你不是室友粉吗？他说白痴哦，又没有看过人家的脸，也没有跟他聊天聊过天，怎么会是粉丝？可是我真的超我就全部的人都认为他是室友粉，我们还叫他室友粉，他就是室友粉的代名词。结果他说没有啊，怎么可能？我没有看过室友，我怎么会是他的粉丝？我只是开玩笑的。然后那时候因为他是室友粉，所以他对我的态度就是就跟你们一样，就是干白痴哦卡莉娜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有一次我就是在群组打了一句话，
然后我后来就把它删掉，但是因为我只是在乱追某个人而已，但是他很想看那个截图，他很想看那个删除的话，他就说拜托告诉我精灵姐姐，我就把这句话截图下来了。但后来发现他好像还，他之后就很常打精灵姐姐，我想说好吧算了，他已经没有可以利用的价值了，我就把它删掉了。对，这就是鹅的话，不用截图，不需要。什么台主害你？为什么我哪有害你？瑞秋，女儿红应该不是该自己酿吗？卡一巴那瓶是买的吧？对啊，女儿红应该是自己酿。自己酿的那天，开封那天不是变醋就是发霉吧？不要啦，自己酿如果发霉的话，超难过的。卡利姆汤，春天你在菜园种下一个女生，秋天你只会在监狱里开台，监狱里不能开台啦。爸，我这辈子不嫁了，我可以喝了吗？白痴哦、喔！自发性的品酒会也会教很多红酒知识，好赞哦、喔！我们学校好像是我毕业之后才有那么多课程的哎、欸，有点难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对这些知识没有那么的敏感，或是没有就是对这些消息没有这么的敏感，所以说不定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小小的课程或是讲座，但我毕业之后我开始对这些东西产生兴趣，然后我特别去找才发现原来我们学校开始在开这种有关的课程或是讲座，每天都在讲。对啊，卡莉好可爱，贝果好可爱，贝果也很少跟我讲卡莉好可爱，但是贝果是会讲的，是有爱心，讲没有讲得很仔细，就大概讲一下。好酷哦，你在讲谁啊？哦，我在讲企鹅啊。屁股不愧是老屁股，我也觉得卡莉知道有女儿红的话一定会说这种话，我应该是会说这种话吧，但是我不会说爸我不想嫁，我会说一定要出嫁才可以喝吗？然后我觉得就是会尽全力去找任何资料去证明说女儿红不一定要出嫁才可以喝，那我现在可以喝了吗？不要到处流传我是女生，我会很困扰的，以讹传讹，三人成虎哦。好了好了，你不是女生，你不是女生，不是啊，大家都是女生啊，瑞秋是女生，本岛也是女生，贝果也是女生啊，大家都是女生，精灵游侠。我开了300个分身说我是金城武也没有人会信啊。请问室友粉丝俱乐部哪里家人？你们都没有看过室友？金城武又不会讲中文，好像也是齁，不是课程，只是学生在 Facebook 约约哦，好厉害哦！我是之后发现我们学校有一些讲座课程，然后他会就是介绍，小像一些红酒啊，主要是红酒、白酒，然后比较少的就是调酒类的，啤酒倒是还没有看过。金城武在台湾生活这么久，真的假的？我以为他在日本生活比较久欸。哦，我在台湾生活这么久。你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啊？讲起来才会讲，常常忘记。金城武会啊，他还敢跟少校裁判官呛一声。林北流氓啊，谁呀、啊？你在说谁啊？猫飞，我忘了。第二次女装没有哎、欸，你没有给我看过。青城武台湾人，猫飞这梗卡莉不懂啦。对啊，我不懂，怎么办？对不起，我跟不到，我没有跟上，怎么办？你果然是女神，还有女装照。我找不到我可以穿得下的女装。卡莉可爱，我要截图，可是我只能用手机截。
还是可爱，好啦，我要把视讯关掉，因为我已经喝完了。今天这瓶叫做，我现在开了2个小时，那我今天要怎么办？我今天要把它切一半吗？那我等下再重新开一次好了。这是那个 Blue Night Out 的那个 Blanche，就是白啤酒儿。好啦，今天就我先我没有关台，但是我想要把我的记录开一段，好吗？把视讯关掉哦。金城武拍的军照片很久了，他饰演一个流氓。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你自己拍的军照片，对哦，哦，你看他跟金城武，果然是金城武，就是不想让大家觉得就是有压力。有林志颖、金城武、苏有朋、吴奇隆，哇，太帅了吧！这军照片，这真的还是假的？Hello，Hello，抹茶，抹茶，我还没有要关，不过我刚好要把，我要先关一下台，我要分开记录档。Hello，抹茶，欢迎光临，跟班长对着干的流氓啊，白痴！哦，同名同姓而已，白痴哦。好啦，那。大家等等，重整一下哦，拜拜。